什么？すべてなくすべらべて笑って生きることが楽になるの。また胸が痛くなるからもう何も言わないでよ。一个比一个难抓呀，这怎么抓？你啊！我真服了，真的是实力越来越不如以前了啊！哎，这边没耳鸣吗？没人修机？那就只能去小门了。小门有没有？哎，有，小门有，哦，有两个，勾过来，哇操，这一刀爽，这刀居然能拍到，马上闪现好就可以打死了。好，扳机一下，我放个夹子，哎，我直接加速跑走了。哎呦，不好闪现呐，不好闪现呐，没事，咱们从这边勾过来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没想到吧？啊，没想到吧，拉拉队员，哈哈，假装震慑，还看到了记者的遗产，可以直接逼救啊，可以逼救。哎，人呢？啊，这边。可以直接逼救这个儿子，这个儿子是板子儿子，那没事，直接打一刀，直接打一刀让他救，然后闪现，这块板子他肯定下的，记者下板，然后我闪现，哎，记者没下板，没事，看到遗产还是不错，还差多少？能不能听到？能不能能不能挂上？能不能挂上？能不能挂上？哦，太好了，挂到遗产了。还不走，还不走，嗯，还不走，嗯，
还不走？哎，好，一刀，哎，然后把记者赶紧先挂上，把记者先挂上，一闪看住，一闪看住就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魔术师还敢过来？魔术师还敢过来？魔术师还敢过来？哎，好勾，哎，好，赶紧再挂上。重启一台密码机应该是来不及的。好，再重启了。来，这个时候咱们，哎呀，惨，又空钩。咱们要压制住魔术师啊，不要让他救人。好，又一根棒子交掉。咱们站得远一点，不要让他救下来就行。他如果想压死救，密码机子肯定是不够的。他如果想要压死救，我们就让他救不下来。人呢？好，他靠过来，说明密码机快好了。你远一点，勾过来。好，隐身，隐身，看好了，看好脚印，看好脚印。好，抬手震慑，漂亮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压死就行了，不要让他救下来。哎，过来，然后一刀，然后不要管，赶紧传，赶紧传。哎，来，放个夹子，好。哎，我现在一刀斩下，一刀打下去能不能打死啊？好像不能。哎呀，不能。没事，上下一勾死了也一样的，直接勾，直接勾，直接勾，哎，好，好，魔术师叫自己，没事，挂上去之后，我们赶紧再过去，哎，运筹帷幄，直接勾。看看有没有在小门，好，在小门，好，看到了，啊，哈哈，四抓，简简单，哎，四抓，简简单单，简简单单，这把的修正钩很给力啊，嘿嘿，哎呀，总有地上的监管敢直面律师的微光，来看一下。哈，石头人，哈哈，石头人，这个好说，哎，这个好说，哎，哎，哎，健身，开始翻板健，开始翻窗健身，健身，健身爽，骗，哎，站到了，没事，待会还可以再骗，他在等锤子，他在等锤子 CD。我们直接走，哎，又骗到了，哈哈哈哈，哎，他在等锤子，我们直接走，一上来就是翻窗，他过不过来？他过来，哎，他翻窗，我们进去，哈哈哈哈，再骗，哎，骗到了，哎，再翻，哎，哈哈。板子不下，哎，就是板子不下，就是玩，哎，翻窗，砸，收，闪现，操，好吧，合格的猎人要在开局就布下夹子，哎，然后要用诱导式的手法将他朝陷阱上勾引，哎，哎，没事。要用诱导式的手法将他朝陷阱上勾引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快踩吧，哈哈，哎，我操，我靠，哎，这夹子，哦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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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那夹子为什么没踩到啊？哎，鼠标抖了一下，哎呀，这个能勾到的，鼠标抖了一下。哎呀，啊哈哈，我服了，鼠标抖了一下。为什么耳鸣还在啊？我都感觉前锋要过来搞事情。我还好没有。来，博弈小子，来，勾，完了，哎，完了，哎呀，操，
可以，提前说，我操，救人这么稳，你小子。嗯，哦，在这儿。嗯，放个假。哎，前锋来了，前锋也来了，过来，然后一刀，哎，现在三个方向都有加子，直接摆上，我等这个前锋过来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还有飞轮，哎，对，呀。好，哈哈，啊，这种小套路，没意思，闪现，哎，我要给你这个机会嘛，第一次就不管他了，第一次咱就不管他啦，耶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。哈哈哈哈哈！这里还有个夹子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哎，还互摸过来，哎，过来，哈哈哈哈！我起来了，哎，看得出来你们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啊！哎，我操，我靠，哎，减速，哎。我靠，真的是个个都是身怀绝技，我的妈呀！环境应该，哎，好，看到了，没追错，来吧，好，再见，呀，他真的很喜欢往我屁股后面放球，只是一个虚招，再见，哎，你过来，哎，还有球，你球之。真够用了，你还有球，然后飞轮，哎呀，我明明等到先飞轮我再出刀的呀，这，哎你，哎你小子，攻，哎呀，攻，哎呀，攻，哎呀，攻。哎呀，勾！终于让我勾到你了，你小子，得亏玩的不是博士，那冲都得冲歪来。哎，这边看到有脚印，哎，不计小丑，勾！哎，空勾了，没事。哎，闪现！哎呦我操！好，天狼假寐，盖伊诱敌是吧？耶，这还要过来轰我一炮，你小子，不浪费时间吗？哎，看到了，来，我操，还有护腕，又救下来了。哎，你们个个真的是身怀绝技呀、啊！我勒个天呐！我操，你们真的是身怀绝技，我算是发现了，你们个个都身怀绝技。哎，我这也有个护腕。我的个天呐，你们真的是个个都身怀绝技啊！哎呀，别躲了，直接底牌切插眼，我看你怎么躲！来，你还想偷袭我？嘿，你小子还想砸我？